次开箱，闪人！啊，你要闪人？看电视不能闪。好吧，你想要看电视是不是？我要在这边看电视。你。洗地机。相机就进了，什么鬼？2419，你获得2419。开箱。看得到。那灯开一个，谢谢。你老公在哪里？我老公有营养，我洗完再给你，还是现在？好，你赶快洗。好，了解。拼友。欢迎养鸡！哇塞，这个说明书也太大张了吧？他叫你裱框啊！哇塞，才不会忘了他。是进去无霸说明书喂、欸。不能理解的。这些说明书超大张，快速翻译，快速指南。那、啊、这个才是说明书，那是快速指南，他怕你没看，连看都不想看啊！哇，是插头变压器，哇，他变压器竟然是这种的，什么鬼？我以为他会给你中国插头。27V EA，27瓦而已。噔噔噔！哇塞，我来开始组装了。这是什么枪？这是水刀啊！水刀直接，这是水刀啊！这是水枪啊！这不是洗车那个吗？洗车水刀！哇塞！哇，还有什么智慧清洗？什么酷炫？水哦！哇塞，这么酷炫！拆，下一层。该从哪里开始？清洁剂啊，洗地机清洁剂，你要来看看成分吗？活性剂、助洗剂、芳香剂、着色剂、消泡剂、防腐剂，哇，什么可以？这么酷炫！你要来看本体啊！你要来跟我一起组装。哇！水哟！它不会炸开来吗？哇塞！什么酷炫东西？你要把哇箱子推开呀、啊！我把它拆了。往后推了，不是往沙发推。是这样组装吗？
哇，这也太简陋了吧！就这样子一根插上去。哇，组装完成了，就这样了。看来我们要看快速指南。这，是啊，就是这样。那那个是什么？下面的？那是底座啊！你看，这是奶瓶刷哎、欸。哦，逗毛棒，逗毛棒。你看还有什么？哇，还有滤网。你没装，所以你还是要看指南啊。这个是没有，我们要先遇到问题再看指南。不行啊，要看滤。这个是那个可以干湿分离啊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装。你要先看指南的、啊，快速指南就是要给你看的啊。哦、这里，它已经有一个啦。哦，让你可以换的。它因为干湿分离，就是脏东西到垃圾桶，然后湿的就到水槽或马桶。你看。什么酷炫绿网？刷油它敷一个新的，哇塞！这个集水槽也是很酷哎。请勿用锋利物刷洗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提把。哇、哦，太帅了吧！这怎么那么酷炫啊？这个设计也是太，也是很酷。哇，现在干干净净。啊，这个是脏水槽啊，它的干净水槽是在下面。你是看说明书、啊、哦，在这里啊，干净水槽。说明书、啊。不用说明书。哇塞，它的干净水槽是用磁铁的，向外抽就可以拿出水槽。说明书啊！那前面这里可以加清洁剂，怎么开啊？说明书啊！此外，这个就是不看说明书的啊，储存盒。哇，这个麦克风要放哪里？放嘴巴、啊，不然要放耳朵吗？哇，你看它的刷刷，很宝丽哦，丝芦刷刷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屑屑？丝芦刷刷，呜，理发店开喽！噔噔，还有底座啊。你看它的底座，就是一个塑胶盒。它的底座就是一个塑胶，请用水冲洗。这只是个塑胶，什么请用水冲洗？因为它这里要接电了。接电要干嘛？充电啊。哦，充电是插那里的、啊。嗯，它充电在这里耶，它是用算靠着，然后正负极。那、啊、它那个机器的柱是哪里去靠住它？接点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啊，这里。哦，所以就这样放上去接触。噔噔，就接上了，下面就接到就可以充电，可以啦，是可以用水冲洗。这个感觉就是塑胶啊，他就跟你说有接电了，你还不是？我是说还是可以冲洗啊，你这脏了你就还是可以冲洗啊，只是你要。真的干了才可以接电啊，正常吗？还是不要冲？不是、啊、你自己会超脏哎、欸，没擦啦，擦的啊，哇，没了，空空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放好啊，你把李总放进去啊。别紧张，你每次都这样，都只会说这句话。又不是你在收，别紧张。你都不会收啊，我会收。你都不会啊，别紧张。因为在你收之前就已经把有人把它收好了。那就是你太紧张。不是，是你不要都不收啊。我们要把这个录进去，说你都不收，只乱弄。哇，可以可以。
不加糖。好，开开开。加水，加水。